下树现场只有23位朋友投了支持票，也就是说大概还有170多位的朋友都不支持你去跟你的上司告白。你有想过为什么吗？我知道自己的标准肯定跟别人的差异会稍微大一点，但是没有想过是这么大。那这样我们问问看现场的观众朋友好不好，看看他们为什么不支持。刚才有哪些朋友是投了反对票的，没有按支持票，举手。这边这位女生，我倒是觉得夏树不像是对他上司的一种爱，倒像是对他上司那一种能力的一种欣赏。其实男人有没有能力并不重要，疼不疼你才是关键的。其实我同意他的观点，因为男人就应该让自己的女人过得好一点。你会喜欢这样类型的女生吗？我应该不会。为什么？他哪里不够好？他考试都考第一名。太强势了吧他。夏树还从来没有谈过恋爱。对。所以你也从来没有因为一段感情而伤心难过。为朋友的算不算？为朋友的算是其中的一个部分。你自己有没有因为没有因为自己的感情问题而伤心过。也没有为任何一个男人而流过眼泪。爸爸不算。没有。爱情方面没有，从来都没有。所以我在想夏树是不是可能还没有经历过爱情，他不知道真正的爱情酸甜苦辣的滋味。因为没有任何男人在他眼里值得去爱，值得去喜欢。其实就像刚才观众朋友说一样，说男人能力重不重要，但是要疼女人才是关键。那事实上没有，就是他们如果比我弱的人不会觉得我需要被疼。不会啊。不会啊。你看再或者就是换在我人家干的第三位观众呀，觉得太强了，他自己不会有想要追的冲动。那你22岁了，这么多年当中有没有男生追过你？非常少，几乎屈指可数的。我相信那你成长的环境里面，譬如我以前上学，我们班都会有班花嘛之类的，很多男生追的那种。你有没有想过？还真有过。差别是什么？我是班花。你是班花，但是没有人追。但没有人追。对，这么奇妙的事情都被你遇上了。因为在我的朋友当中好像都是班花很多人去追的嘛。对啊，就是不敢。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大家不敢追？其实刚才第三位观众已经回答了，太强势。对，就是不敢。夏树，如果你只活在自己的世界，我相信没有人可以帮到你，也没有人可以接近你。因为每一个人去接近你的时候，他去靠近你的时候，他都发现你跟我们是那么不一样，没有办法了解你。所以我觉得你可能回去要想一想的是，你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？因为我优秀啊，别人不够我优秀啊。老师，我想问您一下，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，但是这个价值观却不是社会普遍的价值观，那你是选择正确的还是选择普遍的？我会选择对当下的事件最适合的。夏树，你要知道，你怎么你不去尝试，不去了解别的价值观，你怎么知道你全对？那老师觉得我应该怎么做呢？回去想一想，你跟身边的人到底你的世界跟外面的世界有什么样的差异？你的语言很好，然后你的反应也很快，但是好像我觉得你跟别人之间的对话不够那么的温和，感觉好像都是书本上的一些语句，然后你把它一条一条的搬在现实生活中用。你是不觉得书本上的东西就因为理论本身是为了也是现实而存在的？是。那如果与其用现实这么迂回的方式来说明一个问题的话，直接用理论不是也可以吗？不，我觉得你看古时候就有一句话会说，我们读万卷书也要行万里路。对，我觉得你在读万卷书这个部分可能做得很好，但是在行万里路的时候，你有没有看看身边这个路上的各种风景？爱情可以因为欣赏而进行一个开始，但欣赏不是爱情。那在这里的话，我能充分的理解大家的不赞同，就包括观众朋友也好，老师也好，主持人也好。所以那既然这样的话，今天谢谢大家。好。